没事啊，再试一次。其实打这个剧本蛮好玩的，如果你们跟着一起打的话，对不对？好二，好一，这边开第二关哦，巴姆特加右边轻龟一，右边轻龟一，然后点水，然后变身，这样。第三之一，枪毙一，直接手转。先开静心。枪毙变身，然后转到应该就过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这边十二颗水珠，所以我们上面只要十一颗，三三五三三五这样子，三三五的概念。三三五哈，自己算了哈。看哪一边 EP 多就开哪一边的一招。好像转的不是很好，刚刚。枪毙一加敖广一哈，枪毙一加敖广一。那尽量不要去碰到了。接下来下一关哦，重点来了，巴哈。敖广二，枪毙二，加龙科哦，火珠要叠哦，火珠要叠哦。好了，这次应该够了啦。过了，好，再来第六关哦。穆布鲁克加青龟的静心。水珠放在枪毙的直牌下面。七之一，青龟戒王一点水，
当兵。好简单啊，各位，对不对？有点猛，这个剧本太屌了。请剧本给你带了团长，好，谢谢欧美。这剧本好屌，感谢这个，这是谁的？这是一个赖同学，赖景峰，真的猛。